今年找到钱没有呢，哥？今年他没投资。嗯。今年江南他妈价格卖的贵噻。OK。好。没有去年卖的钱多。还没去年卖的多啊？嗯。去年卖了几千块钱就卖了几万。种了好多地啊？三亩地。三亩地才卖一万块钱。今年卖好多啊？嗯。三亩地卖一万。快点收点烧物。小娃搞快点，我把你拍下来哈。搞快点，搞快点。哎，那个娃娃最勤快，我把它找下来。干到手哈，我给你拍个照片哈。那个人都拍起双了噻。马上就要落雨了，黑起，搞快点。我给你弄个香。完了，跟你说，小的时候勤快，长大了有点，越到十六七岁了，他就开始懒了。快点抢，快点抢，抢包谷哈！雨来了，雨来了，还要去抢。小娃的好勤快了，我给你拍个照片哈。我来打架了，村里打你。我在选的去看哪个班的多。选哪个班的啊？反正都做那些了，你们就回来点喽。哎。你看那个抖音呐、快手上些视频的噻。嗯。那些。啊，我们都喜欢看非洲啊、美洲啊，啊那些国家那些农民啷个生活的，这样看那些吃饭啷个做。我们发过去整他看噻。你看我们是啷个吃饭的话，就是说。啊。偷起来到哪子嘛？你看那抖音呐、快手上些视频的噻。嗯。你看了、啊。说的能给人听喽、哦，做得好还要挨打。你好想看，你看我们脸上的汗水，那个泼湿泼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来吧，拍一下。啊，对了，我们把汗水拍下来。把汗水拍下来哈。看得到汗水不？看不到。看要不在那看汗水。初到拍都看不到啊，怎么了？没有流汗水啊，我啷给你拍出？那是没有流啊。不是，你看汗水它是八点两三，它没形成颗颗，你那个啷怎么？哎。办公室是做完了，我给你拍个照片哈。哎，把你们给弄土，给你们拍下来。不是虫虫，也是发到哇国际网站上，非洲啊、美洲啊，像你们在抖音上看非洲那些人一样，你抖音、快手既然看到，我都把你们发到非洲些种外国人看中国人。啊，你们要出国，因为像你们个晒我不得行嘛，你活了。我又不是做不来，你们个活了。我到把你发到抖音上去。哪个？走去耍。那个六七分第一波来着，六七分第一波。
好多钱天啊，好多。你要这豆子钱还不够活路钱，是不是啊？我给你拍个视频，我把它发到非洲啊些国家去，种外国人靠中国人是啷个打豆子的？外国他都没看到哎，豆子是啷个打法的个？没看到打过两家哈。啊，这靠中国些农村的搞个小车些卖去，哎，个两家嘛，非洲他得没得？来回三百公里的啊，来回你去看到没有？哦，我到处挑耍个，南草帽找了到了还不少看。南草帽不好看吗？